滚雪球。这鳄鱼带的也是点燃。三级之前我比他厉害，先赢他一波。我要在三级之前打出优势，最好杀他一波。我带的是点燃，我不会给他补刀的。不着急打他，等快出兵的时候再。不过来啊，很稳呢、啊。全军出击！他进草丛他就完蛋了，哦，他就GG了，他这瓶药肯定是没了。进草丛我就不好，哎，出招吧！他想 A 怒气，那你哪缓得过我？那你哪缓得过我？无情连打，无情连打，把他们也算上。二局，你懂的。现在该我了，你懂的。死！You have slain an enemy. 他炸了，没想到他直接炸了，我又回来了。阵以待。哦 ，OK 。为什么要闪？哎，你觉得我这波没必要闪，对不对？错了。如果你觉得我没必要闪，你就错了。首先，第一，他快要升二了，知道吧？如果他升二，秒将 W 把我定在塔下，我就死了。第二。他打野在附近，我被塔打一下再出去，打野能把我追死，知道吗？那个时间段打野是有，是可以到的。所以前期的这防御塔打我一下，那个伤害，还有谁？所以你把想的太简单了，哎，出招吧！他这个就炸了，他现在就铁定炸了。你怎么办？那你怎么办？我打野来了，那你怎么办？哎，留个，哎，好，他已经攻盘了，把他们也算上。不能给他翻身的机会。好，回家。一波接一波的压制。没想到吧，我又回来了。嗯，这盲僧好像是掉线了，到现在没出现。感谢独家记忆的开黑圈。
Killing spree. 没掉。Shut down. 应该掉了一个。他这波用怒气有点猛。拜拜，转了就跑。敢一上来直接晕我，没想到吧？他没怒了啊！我又回来了，又斩上来了，叠波攻速，我六了，我抢六打他了。好，这波兵吃完六，哎，晕住了，但是把他们也算上。拜拜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看招，重狙，拜拜。可以秒他，一、二，没事。开 W 防止他晕我。出招！他在勾引我。那我将计就计，盲僧死了，生态爆炸，没想到吧，我又回来了。好，赶快，差不多，留个跳斩的蓝，有闪了。这波兵要吃，现在该我了。拜拜。我操！哎呀，这防御塔砸了我一下。DF 二连。怎么优势这么大？看招！4-13。厉害啊！这把还有谁？又没得玩了。我的后期英雄又没得玩了。碾压！把他们也算上。哦，这 EZ 这么狠吗？不会吧，你要跟我硬刚吗？那我不虚你的呀，我开大不虚的。把他们也算上。他现在有怒，我打不过他。哟，没想到一，我又回来了。一、二、一、二、一、二，十，哎，没大，倒下，倒下。我又回来了。他打不回来了。他已经拿不回来了，是他皮。
雷斯，拜拜。走吧，走远一点。把他这个塔推了，加快节奏。出招吧。嗯，控制好像还是有点多的。咱们来一个吸血，吸血鬼结账。你粉丝牌快15级了，能不能给你磕个头？看招！脑壳有屎吧？你粉丝牌15级，你让我给你磕头干什么？把他们也算上。过来我就打他，一、二。没事，就是硬。我去吃个峡谷，偷个峡谷。现在该我了。我打峡谷好快。OK， 这个峡谷推二塔用。好肥呀、啊！严阵以待。打野在下，出招吧！走，好，拆个二塔回家。这鳄鱼已经不敢出来了，这二塔不好拆呀、啊。重击！哦，算了算了算了，撤了撤了撤了。你有闪，我知道，但你来不及，好吧？拜拜。你现在干什么呀？啊，我一马好了，把他们也算上。你没闪，你用不了我，你只有义务。哎呀，这个雷克顿，哎呀，上头啊！上头上头。严阵以待。气的亚皮。他为什么要这么的鲁莽呢？他心态炸了，他这把不想玩了，反正就是要杀我，啊、嗯，他也不补刀了，那就把我杀了就行，就舒服了。我又回来了。偷塔去喽。关键是他没有挂机啊，这个还是很顽强的。一般这种的话，还有谁？这个打击感，这个走 A 的节奏。玩武器大师就是这个
走 A 的节奏啊，技能穿插平 A， 投了，投了，投了，感谢凌晨烟雨的幸福券。